来来来 ，CP 四七拿起来，好，三二一 ，OK， 直接冲了哦，不知道 ，CP 四七开太慢了，哦，没关系啊，打不到半只僵尸，其实你们可以拿那个全加全伤啊，或者是暴击啊，我们在玩了，哇，这个萝莉音，等一下，他不是萝莉。有人有事吗？他是谁？谁？那个等下有事可以先退，我没有。没有。你怎么没有？你应该有啊！我记得你刚刚有说没有事。靠you！ 刚刚谁要进来？可以吗？进起来了，不可以有事。可以。去吧。阿妈，哇！慢进去掉了。我刚刚把雷比亚敲走，季方746，啊，如果满了就算了。他声音好可爱哦，他已经可以取代奶叔了，你知道吗？密码1044。1044。好，他说这个打完就低调指出了。杀回。10秒。他已经取代奶叔了。河马。哇。张明。哎呀，不行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可以争取，等一下。奶叔已经不行了。他说等一下，5秒钟才5、3、2、快闹啊！两个智障，啊，就都在 RC， 你看那边有什么差？其实我在想，以前有这么快吗？破墙应该没有吧？密码1044，不过满了。我们再拍一个。已经有人在跟你抢位置了，你不用进来了。嘿呀、啊，那个声音很萌的那个。传说我们晚一点才会打。要看那时候啦。OK OK。有的话我再跟你说。因为好像也要等萌娘回来吧，不知道她去哪里。这房在我们在打宅了。你不觉得我们就算用 CP 四七这样打，也是比那个以前还要快？也是墙壁的问题吧？因为有那个超凡角色啊。那对墙壁来说，应该是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吧？攻击力我记得。困久一个小时也打不完。我记得攻击力对墙壁来说应该是不会造成什么。困久你会一直输，困久你会输，你连冲都冲不会输。废话吗？那个墙壁比较。厚啊，血量比较高啊。其实我觉得僵尸是还好，不要有保罗就好，保罗很靠北。Nice， 可以刷 CV， 可是我只能刷我的麻生，算了。哦，这样打一打也有5分钟哎。而且这声音不会很吵吼。这声音不会说很吵。打他，敲他头。没有，只能拿 CV 啊。以后出一把 CV 四七，然后那个伤害加强，然后可以用右键敲人。他不能用右键没？他右键是击退，我要右键敲人。
那把也不是 CB 啊。他坚持是 M4。他不是吧？我记得他不是那个什么 M16。M16A4。哇。哇。每一种版本的 AK 都有呢。有没有星空涂料的？不是他的什么变 MCG 自信吗？有啊，星空涂料的有啊。我有啊，我有，我之前有。星空涂料我有。哎，可不可以拿废黄 CD？ 不行啊，我们要坚持到底。因为他也是 CD 啊。不行哦。要拿的时候好。来了，准备了。我们要坚持再坚持。这个还有在跳啊。踩到一堆，踩到一堆屎在干嘛？不要打打打打打打菊花！哦，这 K 数有点，我的 K 数有点低耶。还可以啦，不会说到很慢，也不会说到很快，就普普。毕竟普通，打菊花，菊花炸裂，菊花炸裂，喷汁，屎汁，榨干净了，屎汁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你拉屎就会有那个汁。他屁股流血，哦哦，好痛哦！金刚狼，我第三名嘞，我蛮强的，第三名。那什么时候进去？等一下。好。来，你最后来个，你最后来个卖萌好不好？你瞄一下。等一下哦，你叫他瞄一下。我要拿 M4 了。小术士，小术士，你说。喵。喵。太智障了，等一下不行。奶叔已经弃权了，好，拜拜，再见。不要踢啦。再见。不要踢，你开多一点。拜拜。哈哈，没有啦，我没有把你踢掉。电脑，人家让你把我踢掉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是什么名字的小叔叔？悠悠吧。知道悠悠妹子，记得我的笑。哈哈。你真的把我踢啊？没有，你可以进来，746，你进来。等一下。